现年53岁的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去年9月惊爆和结婚两年的42岁知名女演员安吉丽娜朱莉离婚，这对金童玉女的分讯一度令无数影迷不再相信爱情。不过到了今年8月10日，美国娱乐杂志美国周刊抢先爆料，称两人已经取消离婚，世纪复合。该杂志引述内幕人士的消息表示，离婚已经取消。过去几个月来，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去进一步办理离婚手续，所有人都认为夫妻俩会复合。如果真的宣布取消离婚的话，希望好好解决问题，大家都不会觉得很惊讶，现在两人为了儿子女儿相处得很不错。另外，有指布拉德皮特曾在今年5月接受杂志 GQ 访问时表示已经成功戒酒，据说这也是令安吉丽娜朱莉一度心软的事，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最希望老公戒酒。有安吉丽娜朱莉身边的友人爆料称，布拉德皮特承诺改过，成功打动安吉丽娜朱莉，她也不时向身边的人透露，如果布拉德皮特肯全心全意地照顾好家庭，就愿意和她复合。不过也有外国的其他媒体依然坚持两人的离婚虽然停滞不前，但他们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变化，并没有看到会复合的。